我再一次要拜托支持者，暂时不要动员。在那个韩粉5月26号在台中要办第二场的这个韩粉的那个试吃的这个大会，那您4月27号有这个经过，那你26号有没有要去这个？这是我现在才听到的。我再一次要拜托支持者，暂时不要动员，因为现在。整个第一个我在总质询期间现在专心施政，第二个各地爱护我的朋友们能够体谅一下，大家稍微冷静一下，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还没有颁布办法。那么谢谢大家，如果愿意这个帮忙的话，可以打个电话给我，写封信给我都可以，先不要办这些所谓誓师动员大会，这要再一次呼吁大家。